在谁手上？这怎么追啊？难道我们就这样子算了吗？不管是谁掳了无忌，他会来找我们的。他们抓了无忌，还不是为了要知道大哥的下落？不知道无忌会不会说？无忌如果说了出来，还算咱们的孩子吗？对，无忌这么有骨气，他是不会说的。 我不告诉你，因为你是坏人。不许你说我是坏人！你就是坏人！坏人！你打我吧，我不害怕你。我讨厌你！哼！小鬼，快说！快告诉我，金毛狮王现在在哪儿？我不说，就算你把我打死了，我也不会说的。 想死，我成全你。吃饭。
小鬼，不杀你，我要用你，逼你爹娘就范。 师父，弟子回来了。您老正逢闭关，没能当面跟您请安，实为憾事。等师父出关了，我再为你引荐。嗯。五弟，五弟，三师哥，三师哥，三师哥。 他们说你回来了，还真是你呀！都十年不见了，三师哥可好啊？不好，烫了10年，又不能动，怎么能好啊？哎，这是弟妹吧？啊，是啊，素素，来敬我三师哥。 三哥，弟妹，抬起头我看看。素素，三哥，回房，他要回房。三师哥，快！三师哥。 三弟，三师哥，三弟，三师哥，五弟，你三师兄这几年变得这么怪异，千万别在意啊！啊，三弟呀，不是做师兄的说你。 刚才你的态度是不是有点过了？我够客气的了。三弟，再怎么说，咱们和五弟已经十年没见了。我不是冲五弟，我是冲殷素素。三弟，那五弟妹有什么地方得罪过你吗？当年屠龙刀是从受伤的殷素素手中得来的，可是在我带刀回来的途中，中了传家毒针。 所以才弄成今天这样的四肢残废。那这跟五弟妹又有什么关系呢？虽然我不知道伤我的传家到底是谁，可是不久我就听说，屠龙刀已经落在天鹰教手里。我是以此推理的。三弟呀，躺了10年了，我过的是什么日子啊？ 我如同是个废人呐，除非身临其境的人，才能知道我的痛苦啊！师兄，你说，我能不痛恨上我这么惨的人吗？三弟，大师兄，你不必为我挂心。 我不是不明事理的人呐。之所以刚才没有当场爆发出我内心中的怨恨。